滚滚黄水让人看了触目惊心，暴风圈笼罩北台湾新北市乌来，溪水暴涨。这个桥上啊，往下看，在这个溪水的部分啊，真的是越来越湍急，而且呢，整个溪水都是越来越泥黄色的东西都出现了，而且呢，这个溪水啊，也其实慢慢的涨起来了。乌来老街桥下的南势溪，在过去历经苏迪勒和梅基台风两次暴涨，新北市府着手改建桥面抬高，成为 U 字形的钢拱桥，但改建还没完成，立起码又来捣乱，让乌来老街上的商店被风吹得满目疮痍。商店叠这边呢，因为这个风大雨大的关系，在上面的部分呢，就有这个所谓的隔板呐，掉落下来砸中了这个屋檐的玻璃，多多少少都有啊，还是要赚一下，还会有人进来，不然要做什么？商家无奈，生意加减做，但中午过后，乌来风雨越来越强，在地居民也转往活动中心收容所，正式避难。一些老人家就已经被一些年轻的人带到外面，就是住宿这样子。 对，风雨是真的蛮大的啦。活动中心简单的桌椅、躺椅和粥饭，轻食提供给灾民使用。还好这次利奇马只是虚张声势，没有为乌来带来实际伤害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